你好啊，新怡料理长。报告，这是我刚刚从超商随手取得的一些食材。嗯，你可不可以用这些食材想出一道下酒菜啊？这是一种踢馆的概念。不敢当。我看炒泡面是台式料理里面我个人非常喜欢的。来，你帮我煮面。好，好不好？这个给你用。好，没问题。这边我来备料。平常在做菜吗？有，有哦。我以前就是看你的频道啊。所以今天来跟料理长学习，我是开心的。OK 哦。来，这个是有了这一包啊，就跟啤酒非常搭了。哦，啤酒非常搭。那我先帮你准备我们的幸运啤酒。对。来。舒服。好，那你现在这样下去，对不对？来，豆芽菜放进来。哇。那个油葱香，对，已经有了。精髓，精髓。不管是台菜还是客家菜，油葱是很重要的。好，这边我们把这时候，我们在煮意大利面也是会放一点面水，这一样道理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放进来，然后就可以把鳕鱼香丝放进来，它碰到水它就会软化。好，现在还有点水，对不对？来，面进来，拨一拨。好，来。放过来，这个其实你多做几次之后，你会爱上这道菜。对啊，结束 ，OK 了，很快吧？你看了这一次之后，你就会真的。但是重点是里面，因为多了个海味，跟啤酒更对味。感谢新营料理长，谢谢。开动啊！开动，开动！有鱼香丝有这么厉害的味道，很鲜，但是它就是有多了一种味道，让它提升。因为台湾毕竟是海岛，所以海鲜味一直都是台湾人很喜欢。再加上我们这里面的这个油葱的味道，是肉燥味道，搭这样的新营啤酒，去感受它的这个啤酒花香，是麦香，这是我觉得新营啤酒跟我们台菜是非常非常搭，真的非常搭。因为台菜本来有时候就偏甜一点点，有时候味道重一点点。对，这时候新营啤酒进来刚刚好。新营啤酒真的很顺眼，顺眼啊！啊，海明跟新营一喝就爱，我是新营料理长詹姆士，教你轻松学会世界下酒菜。下一次我们挑战西班牙料理，别错过哦。